有请特聘老师胡夏。Hello, 大家好。周汤豪、段奕恩。大家好，我是 GOT7 的段奕恩。就见到大家，我就想到我以前练习生的时候，对，每个月都会要这样子表演。好，每个月有一个汇报演出这样的一个。今天我们也是要为了汇报演出做准备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耶！黄志波，你的动作都是很小。你的手都会一直在身体这边做，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些动作。洪伟哲他的动作就会比较大一点，看起来比较好看。赵岩龙，我觉得跳舞是很厉害的，可是怎么说呢，就没有很大的 impact。 这首歌有突然有变快一点嘛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再多给我们看你的跳舞的这个实力，我觉得会下次会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们是24个小时吧，是不是？感觉你们准备差不多一个月了吧，几个礼拜。没有睡觉，昨晚完全没睡觉。我就现在看的跳的最棒吧，我觉得现在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。他唱歌的时候，就他表情，然后就他唱的感觉都我都可以感觉到。我是比较喜欢他的style， 我觉得。对，有眼光。青春这本有趣的历史书。我说他的声音就很干净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前面就蛮进入状况，但是反而到后面好像整个状况没有前面那么好。我也是跟 Nick 老师想的差不多一样，就怎么说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想一直听，想一直听，然后一到中间，差不多中间的时候。就你把麦克这样子拿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一点可惜。谢谢老师。